对，很刺激啊，然后我平时比较喜欢钢枪，然后去捡空投，但是运气不好就会也会就是就躺了。很刺激，喜欢钢枪。然后平时也会喜欢开一些摩托车跟汽车在赛道里，可以感受一下飞坡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喜欢钢枪型的一个风格，包括载具的话可能会比较用摩托车较多啊。那谢谢王一博。